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言生活家手作间的刺绣小课堂。今天为大家介绍扣眼绣的扩展应用。上次的小课堂给大家介绍了扣眼绣的基本绣法，是不是很好掌握呢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扩展应用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双扣眼绣。我们用两种颜色的线来示范，先绣一条扣眼绣，然后把布倒过来绣一条和刚才那条方向相反的扣眼绣，像这样让它们扣在一起。我们还可以改变针迹的长短，比如绣成波浪形。还可以倾斜着出针，像这样可以往右斜，也可以往左斜。我们还可以绣一个全部从圆心入针的环状的扣眼绣。这个方法非常的适合用来绣花朵或者是车轮。看，绣好了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够说说自己的想法。好了，再见。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提出您的宝贵建议或交流手作的心得。